你要看，然后画面开始动出来了。大家好，很高兴来到我们爱旅游的直播现场，我是爱旅游的小杨，同事小林 Brian。 大家好，我是爱旅游 Brian 的同事，我叫小杨。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哪里呢，就是温州。说到温州，小杨啊，温州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温州在我印象当中是不是有史艳文，还有大馄饨，是不是？哎，温州大馄饨倒是听过，史艳文他不是住在云州吗？不是台湾的云林吗？他搬家了。哦，那真的是搞错了，搞错了，搞错了。那请问一下，温州到底在哪里？说到温州啊，温州咧，距我们台北只有55分钟的飞行时间。那我们这一次安排的航班呢，是坐华信航空，从我们的台北的松山直飞温州，就是这么近。哦，那照你这么说，我一档换到二档，准备换三档的时候呢，就要系好安全带，准备降落了。没错，哦，就是这么近。哦，就是这么近啊！而且啊，这个行程啊 ，CP 值超高，就是所谓的小个短袜啦。哇，短袜，讲好人可以怎样？没问题，我们安排住宿2晚国际的香格里拉，够打完了吧？这样还是不够，还是不够。那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再加码，全部面江房。那面江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因为啊，在它的房间内，我们呢就可以看到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三体灯光秀，还有世界最大的光瀑布，这个就厉害了吧？哎，这个不错哦，我们好像有 VCR 吧？是不是？是的。那我们可以调个 VCR 给现场观众来参考看看。这么漂亮的灯光秀，你可以带着你的老婆，也可以带着你的情人，甚至于呢，你可以带着你的小朋友在房间就能欣赏得到哦。哦，你讲快一点，我也是要带小三小王嘞。哎，这个点子最好是不要乱想哦。行程呢？我们会带大家到哪里呢？到南溪江有浙南天柱之誉的石尾岩。那石尾岩呢，是南溪江啊最不容错过的景点之一哦。那10000年前啊，火山活动留下一座大约300米高的孤峰，那像船尾一样的造型哦，它可以俯视周遭的群峰，然后呢，游人可以在此坐船观景，也可以走上山腰间的栈道。让大家融入青山碧水之间啊，在这里呢，大家坐的竹筏可以享受人景山水于一体。还有啊，历代无数文人墨客留下的无数千墨宝，有中国的诗岛、世界古航标美誉之称的江心屿。那江心屿啊，它这边人文的景观呢，非常的丰富啊，是中国四大孤岛之一。也是瓯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啊，历来被称为什么瓯江的蓬莱啊。那这个是个山水妩媚名胜古迹众多，然后有江心屿、江心寺，然后谢公亭啊等等许多的地方可以让大家去参观参观。那我们现场呢，看直播报名前5名呢，我们会赠送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瓯秀哦，是现场前5名哦，赶快！如果说要想得到这些东西呢，麻烦留言加一哦，麻烦留言加一，留言加一，留言加一哦。详细内容呢，也都是要跟我们说，那个需求的话呢，就是留言加一。
那其实呢，我们来到了温州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。那当地人生活呢，就要来到哪里呢？就是它的五马街。那五马街我们看什么呢？就是看看当地在卖什么，当地在吃什么。其实到了五马街呢，其实有一家百年老店，刚刚所讲的馄饨。那这边馄饨大不大呢？麻烦报名参加现场去尝尝看，真的是有够出名，真的是有够棒的哦。讲到吃的，因为温州的饮食啊跟台湾啊是差不多，欧菜呢就是所谓的温州风味，那它呢着重于海鲜、清油、清勾芡、重刀工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尝尝啊。说到这里啊，小憋下小林的肚子就饿了啊。其实呢，我们所诉求的行程这么多，还有三大我们主要的诉求。第一个，我们无购物；第二个，我们无自费。其实呢，以往很多我们游客也好，我们的朋友也好，我们参加的旅游团，常常呢，导游车上会卖什么？卖东西。那卖东西，你们第一个导游觉得服务不错，你买了你又用不到；吃呢，你也觉得不是那么好。那避免尴尬，你买了又觉得浪费，所以呢，本公司我们爱旅游又加了第一个重点，就是无车购，所以呢，我们是无自费、无购物，再加无车购。哇，小杨听你这么说，这个无车购这真的是很厉害的。基本上啊，我们行程有时候都会是安排一些车购的，所以这个行程是无车购，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但是无车购我也曾经碰到过，如果现场观众你说哎带了钱怎么办没有花到呢，麻烦可以把身上所带的钱呢寄到爱旅游的柜台给小杨哦，小杨一定帮你包办，帮你带回来，好不好？希望呢温州可以见到你们哦。那我们麻烦按个赞，留言加一，留言加一哦。那我们的出发时间呢，文恩，出发时间，出发时间啊，有两个设定的日期哦，哪两个日期？一个是2月21号，还有呢？另外一团是3月7号。这团呢，3月7号只要停两天的假，两天的假就可以了哦。两天假，还有我们这4天的行程呢，我们呢，陈老板、张老板、江老板，你们的员工旅游温州真的是非常非常 CP 值非常高，价格又非常的亲民，可以犒赏你的员工。回来之后呢，真的是业绩突飞猛进，各位老板们可以参考看看，留言加一，按个赞分享。哎，有人在问啊，温州的天气好吗？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温州呢，冷我们2到3度而已，跟台湾的气候是非常的相似，真的说是啊，非常适合我们台湾人过去旅游的啦。这个大家请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的。其实温州啊，为什么叫温州？它冬呢无酷寒，夏呢又无酷热，所以呢它是温暖之州，所以所称温州。温州，哇，听这样讲，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去走一走才行的啦。哦，我们看一下现场的粉丝，螃蟹有的。只是说大小不同，但是呢，说真的，以欧菜来讲的话呢，全部都是以海鲜为主。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，走其他，你说四川也好，成都也好，重庆也好，不管你到哪里，领队出去，导游出去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台湾客人来到这里呢，麻烦让我们餐呢，口味要怎么样？少油少盐，然后呢，不加辣。来到温州完全都不用想，为什么呢？直接上，完全口味跟台湾一模一样哦。这个呢，各位请放心，口味是跟台湾相同一样，海鲜为主。嗯，以我们带团的经验来讲啊，基本上在大陆都是重油重咸重辣，唯独这个地方我们不用特别交代，没有问题的。55分钟的飞行时间就能够到了，尤其我们的入住。国际五星香格里拉，又是面江房，刚刚所介绍的 VCR 也看了，这些呢真的是值回票价的东西，一个晚上最少也要700-800人民币，甚至超过，还加上它的面江房，各位真的是
可以赶快留言加一，按赞分享一下。这是我们啊爱旅游特别为我们直播的所做的升等的行程。然后呢，我们赶快呢，前五名报名呢是有那个送欧秀哦，欧秀。那不爱你这边还没有需要再加码的、啊？加码吗？嗯、加码这个是一定要的啦。那加什么呢？加现场观众来报名的。那我们请小编帮我们准备一下哈，用个节标线。等一下，我会说一个 slogan， 麻烦谁先说出来？前两名，我们这个价格呢，直接含小费，直接含小费。那我们的出发日期呢，一样是2月21号及3月7号哦，3月7号这两天呢，哦，我们是已经设定了哦那个天数，那要报名的呢，就趁这两团哦，我们呢额满为止，额满为止，人数有限哦，麻烦我们 Brian 你的 slogan 呢 ？slogan 好，准备啦，大家听好啦。爱旅游，找爱旅游，爱旅游上爱旅游、哦、就是到我们的 Google 去搜寻一下爱旅游，找爱旅游，爱旅游上爱旅游的我们官网，直接都有我们的网站、哦、我们网站。那我们直播价呢，一样是15800含税价，对，含税价。那我们现场呢，你问，哎，灯光秀是不是有人？喂。灯光秀呢是，哦，它灯光秀来讲的话呢，它是每天晚上的8点，它维持呢15分钟，哦，是不是？8点每天晚上8点开始到8点15分，它是有一个完整的灯光秀。其余时间呢，灯光秀呢它没有一个秀，但是灯光都还在，都还在。这是温州旅游局呢耗资的2到3亿哦，所投资整个山体整个规划上面呢，也耗资了1年多哦，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哦，最大的一个光瀑布哦，最大的山体灯光秀，我们在房间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到哦，不需要到我们江边，也不需要多我们到人多的地方呢去跟人家人挤人，我们在房间里面呢就可以欣赏得到，这真的是太棒了，不用人挤人的，你看看。房间呢就有落地窗，我们在那边窗边就可以直接看现场得到喽，真的不用去人挤了。而且每天的8点准时15分钟，让大家去欣赏哦。然后再加上呢，我们那个香格里拉它的早餐呢、啊，它的菜品非常多，它有中式、西式哦，菜品非常非常的多。你们的口味呢，不管你咸的、重的、辣的，通通都有。哦，那你可以呢，早上7点、6点起床就可以慢慢用到7点呢，到9点都可以，你可以足足的吃了3、4个小时的早餐。哦，没有人会催促你的悠闲生活，因为四天生活呢，我们温州就是慢生活。既然慢生活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要把我们的步调、我们的生活、哦，我们的心情全部把它放下来，好好的度假。我们呢，一个重点卖的不只是行程，卖的是什么呢？是一种幸福，再来呢，是一种回忆呀、啊。对，是一种回忆。有钱你甚至于买不到这么高品质的、这么低价格的呢，只有在我们爱旅游直播现场才有。麻烦留言加一，要行程的，还有分享、按赞，麻烦各位报名就送欧秀哦，报名送欧秀哦，请扫描我们上面的 QR code。那我们现场是不是还有人发问呢？有人说走路会不会走很远啊？走路走很远，坦白说吼，慢生活就要把所有的生活步调放慢。我们讲南西江呢，是不是要走？走势必要走，但是轻松走。会走路的小朋友3岁能不能走？可以，他不含泪。80岁的呢，可不可以？可以的，不会含泪，也不会含泪。风景绝对是漂亮的，值回票价的。所以呢，你说能不能走？可以，都可以的，这个放心好了。有人在问，厨房呢？哦，我们南西江的厨房，它呢？做的时间呢，大概将近
半个小时，小时左右了。对，那他船的竹筏上面只四到六个人哦，四到六个人，就是轻轻松松在竹筏上面享受两岸的风光。它有山水于一体哦，那轻轻悠悠的看着南溪江哦，我们就是整个行程上呢也不会说很赶，就是很轻松的去走这些行程。这就是所谓慢安排的慢生活，是的，慢游温州，对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是的，大家放下手边的工作，好好的 relax 一下，嗯，也不用让你走非常远的路，也不用让你上刀高山，对不对？也不用让你走得非常的远。尤其是我们三月七号这一档啊，我们过完年了，家长们红包领了吧？可以报名参加喽。15800含税，15800直播价，按赞分享一下，然后呢，留言加一，现场报名送欧秀，送欧秀，对，嗯，行程上呢，我们就是很丰富哦，4天的行程，我们是搭乘了华航的 A1 的哦，从那个松山直飞到温州，飞行时间只要55分钟，非常非常的近哦，离台湾非常的近。所以呢，各位不用怀疑，就是这个价格，非常的低廉。你说4天的价格呢，10000多块，15000含税，有哪些行程是这样？还住到5星的香格里拉面江房，史上最低，就只有爱旅游，哦，这就是爱旅游，哦，刚刚再提醒一下啊，我刚刚讲的两个 slogan 哦，爱旅游找爱旅游，爱旅游上爱旅游。大家快哦，前2名直接送小费，15800含税含小费，行程全程无购物无自费，还有无车购。对，重点那小费呢，就是呢我们就是要1200，4天等于800。那如果说以小费来讲的话呢，前几名，你刚刚说前几名，前两名，所以前两名来讲的话，应该讲说已经又折了800块下来了。是啊，没错，15000块，那更便宜的，就只有2名哦。就只有两名，各位现场报名的哦，现场报名的就是送小费，送小费哦，15800。嗯，然后哦，对，前五名还送欧秀哦。哦，这个也是一个重点，这个是麻烦按赞分享一下。那我们呢？礼拜四出发。就4天，4、5、6日就是4天。嗯，那我们在香格里拉咧住两个晚上啊，升等面江房，让你享受最大的山体灯光秀，最大的光瀑布，这是绝对不容错过的哦。那温州市区来讲的话呢，可以，其实到了温州温暖之州，它呢天气呢也跟台湾一样。4天行程，你说累真是不累，轻松真的是很轻松。该看的南溪江也尽在眼里。那呢，融入当地的生活呢，就是呢，也要到五马街去看一看哦。你说温州是不是有馄饨，跟台湾的馄饨有没有一样？真的是不一样，真的，你要是亲眼去看一下，去尝看看，到底哪里不一样。哦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场一样哦，留言加一，要行程，然后呢，分享，再按赞，现场的，哦，香格里拉早餐哦，哇，香格里拉刚刚已经提醒过了，我们有中式、西式，哦，它呢正常是6点，哦，早上6点就开始有早餐，到呢9点。哦，到9点，中西式的早餐，任君选择，你要吃多久呢？足让你吃3个小时。哦，你可以吃完呢，休息一下，哦，聊个天，喝个咖啡，再跟你的同事也好，跟你的情人也好，跟你的老婆也好，跟你的小朋友聊聊天，再吃个早餐都没有问题的。哦，你看看，我们有提供他的早餐的图片，可以看看哦，他的菜品都很多。应有尽有哦，中西式任君选择。林先生，看到你回复我们这个 slogan 了，恭喜！哦，麻烦一下，我们小编会跟你联系的。麻烦请电话报名，加我们的 QR code 哦，扫我们的 LINE@QR code， 请直接
接报名。还有呢，还有一个叫魏小姐，魏小姐，恭喜您，请你跟我们的小编啊，我们的小助手联络一下啊，请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 哦。餐食来讲话，猪肉正常目前来讲话是不提供的，为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，目前的讲到猪肉都风风雨雨啊。刚才也讲过了，欧菜还是以海鲜为主。哦，如果这只猪会游泳，我们还是不吃。哦，不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海鲜。哦，我们是以海鲜为主。哦，所以呢，猪肉不供应。哦，不供应，各位放心好了。四天行程15800，线上哦订购哦，线上订购，直购价、网络价、直播价。就只有今天，就只有今天哦！赶快，按赞加一分享，留言加一哈，拿行程哦！前五位报名的还送温州的欧秀哦。那现场还有问题吗？飞行的时间。哦，我们是用华航的 A1的航班时间，航班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:30起飞，到温州是下午的5:45，回程呢是下午晚上的9:05，飞回来我们台湾是8:25，这个时间是非常的好。其实呢，我们上班族来讲的话呢，以这个飞行时间、飞行的那个起点哦，这个时间来讲的话呢，你可以只请半天假。对哦，你不用说请到哦两天假，其实你请一天半就够了，其实这足够了。没有错，你有年假，你还可以省半天假，松山飞，我觉得非常的足够。没错，足够。日期呢，就是2月21号，还有一团是3月7号，独家直播价15800哦，现场订购哦，麻辣酱现场订购，我们按赞分享，留言加一拿行程哦。那还有餐食的部分呢？哦，刚刚已经提醒过了哦，非常的丰富，欧菜呢都跟台湾一样，口味一样，不会说太油、太咸、太辣，完全是没有的哦。这个不用到桃园，松山，我们在松山呢。哦，起飞的机场是松山机场哦，松山直飞温州。那我们的航班也是哦，国际知名的，我们就问华航的航班所在直飞，所以呢，我们是每礼拜四出发，礼拜天就回来啦。礼拜四的下午、中午到机场之后，你可以请半天假哦，早上请了假，到了机场哦，到松山机场，捷运也都很方便，四通八达哦，也不用去搭你的计程车哦。都不用多花费这个钱，捷运马上就可以到松山机场站哦，拎着行李轻轻松松哦，出国旅游就是这么轻松哦，15800，爱旅游哦，我们的直播价就只有今天，明天有没有呢？明天可能额满了，麻烦现在赶快报名哦，我们前五名呢，前五名还是送欧秀哦。前五名送欧秀。那报名的已经有了吗？送出去了没有？那个小费，你送小费。有，两个已经满了，送出去了。是的。喂，你要不要把你的奖金拿出来再？所以再加码吗？是的，两个已经被人家拿走了，老板不在哦。好，加码，再加三位，前五名送欧秀。再送小费，就这样子的。再送小费，那不错，又减了800，又减了800，那你们又便宜了800。重点呢，你们零用钱带着，以备不虚。但是呢，车上是没有购物的哦，车上没有购物的。来 ，slogan， 来，刚刚讲的 slogan 再重复一次哦，爱旅游找爱旅游，爱旅游上爱旅游，麻烦一下。slogan， 爱旅游找爱旅游，爱旅游上爱旅游网站哦，就可以搜寻到我们的官网，就可以看我们的行程。但是呢，我们这四天的行程呢，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现场才看得到，才看得到。我们的所需要的那个行程呢，详细行程呢，麻烦
留言加一，我们小编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内容呢，传送给各位，传送给各位，麻烦呢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加一，留言加一，还有呢，口味不重，口味跟台湾一样是不重的，是不重的。只要你在台，但是呢，台湾有麻辣锅吧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那边虽然有，但是呢，我们不会让各位享用，因为呢，还是以海鲜为主。再来呢，猪肉没有的，猪肉目前呢，本公司爱旅游跟 local 今天谈好了，把猪肉全面的挡住哦，全面的。现在看到李先生，好，麻烦请跟我们的小助手，还有这个叫 MA 也是一样，好，麻烦请跟我们的小编联系一下，麻烦加一下我们的 Line@， 加一下 Line@、啊。那有位吕小姐在问，有没有很多阶梯啊？跟吕小姐说一下，因为不是爬山，所以放心，没有什么阶梯的。这个行程呢，小从三五岁，大到七十岁，都是。全年龄都是适用的，不会很辛苦的。温州呢，说真的，看山不走山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么平，就是这么平，走路轻轻松松。刚说的，会走路的小朋友，到年龄大一点的、年长的，都能够走，轻轻松松走，不会说，比如说像黄山好不好走？不需要像黄山这么爬，太辛苦了。我走黄山也是累啊，对不对？温州。真的都不累，轻轻松松慢生活哦，好不好？真的慢生活。来，我们现场，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没有要行程的？赶快加一哦，留言加一哦。前五名送欧秀，再送小费。你小费送了几个了？两个，还有没有？四个了。送四个啦。四个了，四位了。嗯，还有一个名额送小费哦，送小费。哦，已经四个了哦。对，四个了哦。哦，麻烦留言加一，按赞分享，麻烦关注我们的爱旅游。哦，我们爱旅游呢，每周五的时间呢，都会有直播，都是有特别 special 的行程，特别 special 的哦价格来提供给各位哦。比如说你们员工旅游要考虑的话，都是非常值得的哦，值得的。那各位老板，要让你的底下员工呢？更有冲劲，麻烦带出去充充电，回来可以去冲一下业绩。价格真的是不贵哦，真的是不贵，麻烦一下哦，各位老板们，来按赞加一，按赞加一，按赞加一，圆圆拿行程哦。我们现场是还有剩一位哦，还有一位小费的哦。我再重复一次哈，爱旅游找爱旅游，爱旅游上爱旅游，麻烦大家啦，剩最后一个名额喽，最后一个名额喽，前五位送温州的欧秀，再加赠小费，只要15800，15800，2月21号、3月7号这两个日期哦。留言加一哦，看我们详细行程，我们小编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内容呢，那直接传送给你。就只有两档，2月21号，还有呢3月7号，这两天呢都是星期四、礼拜四、初八哦，4天的行程哦。我们走南西江，温州的慢生活，15800，15000。那前五名呢，我们一样送小费。刚刚又一位第五名出来了，麻烦我们的小帮手再跟他联系一下。所以小费都送完了吗？都送完了啊！要不要再加嘛？哦，不要了吧？我的奖金都吐出来了。现场的观众，够不够？够不够？自己组一团，那当然非常的好，非常好。为什么呢？自己组一团的话呢，第一个亲朋好友都是自己的，玩的呢肯定会更开心的。为什么呢？人的生活习惯每个人都了解，再加上呢我们这慢生活、享受的生活，整个组
整个组一团来讲的话呢，可以再为各位量身定做、量身打造。所以呢，这个呢是可以的哦，自己组一团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呢目前的呢开放的是2月21号的，还有呢3月7号。那自己要组一团呢，日期呢一样呢，由各位去做选择都可以。固定就是礼拜四，固定就是礼拜四出发，真正享受慢生活。那我们的直播呢，现场呢，时间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希望各位呢能够在温州呢见到各位。我们卖的呢不只是行程，而是卖的是幸福的，还有回忆。各位下周见，下周见，拜拜。按分享，留言加一。OK。